你知影啥物叫做原住民无？日本时代，甲台湾人的原住民分做两种，叫做清番甲石番。400年前，汉人来传达这个当地原民，原来踮伫台湾土地的这个住民怎共赶？因为汉人手呢，迄个功夫比这个原住民的功夫较好，怎用咱的武器共赶来山顶去？因煞踮伫家己的土地变做出外的游民，然后即马真侪汉人。甲外国人已经走去到山顶，甲山顶的土地租去、骗去、开垦去。山顶的原住民无法当伫山家己的土地生产、种植、安居乐业。山顶的原住民全个到处流窜，到伫海外做春游，去讨船，做远洋者，做白工的人。还是流浪到伫边地做散工，伫家己的土地中间全变做流浪汉。伫即个流离的社会背景的中间，因的家庭解构，因的婚姻受着真大的危机。原住民70%以上是基督徒。但是你若去个到伫原住民的山顶的教会，即摆每一间教会聚会的人差不多是30个、50个、70个，甚至牧师拢爱出来拍工，牧师爱做几啊份工作。啊，即个原住民伊伫伊家己的所在，你已经找袂着，伫家己的所在无工作。啊，小叔伊着家己。志愿讲，明年我要做议长，然后明年我要来原住民的教会做因的牧师。虽然原住民伫科技遐剩无几十个人，伊讲我来做因的牧师，我来陪伴恁。恁无多通个付我薪水、社礼，我家己出来无，教会无钱通做事工，我替恁出来无。由于这拢是要按怎样？在咱的中间，在咱家己的土地，在咱的身边，咱家己的人有真侪是出外人，游浪做陌生人。注意哈，咱即摆来教会的时吼，我来甲咱身边的人先话注意一下。到不好伫你身边，坐伫咱身边，下礼拜做礼拜，伊原来是一个心理上的陌生人。所以，当咱礼拜所的时吼，咱的转。礼拜前的这个巴肚定定会当点一下，点一下，嘿，让人会当安尼稍微趁这个机会揽一下，握一下手。礼拜三以后，大家莫赶走，大家互相去讲这个话，因为拉近咱彼此的距离，互咱无够做陌生人。会使利用这个时间，交互咱的局长、小组的牧师，嘛，咱今仔日三甲通过伊的信息，佮救倒来，把咱的目睭救倒来，咱身边。做咱的原住民，原来踮伫遮的住民，即马煞转变做流浪的一种。毋茫咱三甲关心台岛方面，将这个时间交予咱同心来祈祷。至诚的父，我感谢你，今仔日是新的日子，愿你幸福祝福伫我今仔日敬拜的中间，愿你稳定帮助我。通过你的话，不一摆来启示我、祝福我、扶持我，帮助你王牧师带领的教会内底，得到上帝你直接稳定祝福甲帮助，稳定上帝。但是时，愿将今仔日的敬拜，愿将保佑你的圣手，愿你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来祝福我每一兄弟姊妹，祈祷感恩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。阿门。王牧师。两位中秋朋友，大家平安。我已经入了一年啊，入了一年吼，无用台语讲到啦，吼，拢用华语讲到啊吼。我即、這个咱何必做美光教会吼？我去美光教会啊，去好无？美光教会好，多谢多谢，谢谢谢谢。美光教会是一间台湾族的原住民教会，20年前。
啊，因为这边东啊山地门的所在啊，刷来咱中华合璧啊，加你做工课。你讲以前，你是讲趁钱是趁钱嘞，如果得劲的部落，所以吼、哦，因如果你在做工课啊，伊的心拢是家己的故乡。二十年后，因一囝第二代出世啊，第三代嘛出世啊，因家老一辈人哇年纪拢是老啊，人年前无想讲，因家细囝出来时阵吼，即摆要倒去部落下啦，没关系啊，所以吼因即摆开始拢伫这何必这所在，因人际关系细囝人际关系拢伫个呀。所以吼，而且没关系，都登记家己部落啊。啊，爸爸妈妈无问题，啊，这细囝无法度。等下我到你这美光教会时阵，我感觉哦，袂使。进教会一定爱来去教会，进教会一定爱来买教会。咱彰化教会，咱彰化教会有几间教会，你知无？43间。这43间教会，独独甲美光教会也无教会。伊爱在租厝，啊，即教会真有势，啊，到今日会有，诶，感谢主，有30个至40个咧聚会。20年前，伊用这福音站咧聚会，今日变成美光教会，啊，感谢上帝，上帝无放弃因。2007年时阵，美光教会因较早诶牧师拢是台湾聚会吼，大部分是台湾聚会，啊，拢伫咧。这穿地门啊，这安波部落较怪，那时间一久吼，伊变无事啊，伊都冻袂了。我逐礼拜咧安尼关怀吼，冻袂了。伫2007年，伊讲毋忘咱中华中会家己关心嘛。2007年，咱中华教教，咱中华教会接手，第一无事就派咧这个啊无事无心态无事，你家己关心。啊，最近啊，我接二六，我伊家己关心，感谢上帝。上帝无放弃任何教会，任何的朋友，咱每个人拢针对一家人，以主来针对上帝所祝福的人，愿天父上帝帮咱稳定无事甲祝福。啊，你咱每个人相对关心的内底，来得到上帝帮咱甲带领。会知影阿牧师来到你咱英国教的时阵，我看咱阿牧师哦，伊穿原住民的衣服啦。哎哟，伊讲我穿安尼吼，无穿原住民，我穿得怕。我拍摄了，我那是要穿几套的啊？我拍摄，我发现穿哦，我嘛几套的，我旧衣时哦，啊，教了做几套我哦，我一天我一天我那做旧衣时哦，我感觉出重的哦，因为我第一天做的路啊哦，啊，做这山猪牙哦，哦，一看起来威风八面哦，啊，我今日头一间来遮，我拍摄穿啊，人家老见我才穿啊，恁看，啊，感谢做稳定吼，今日读书。啊！要借着这《圣经》秘密记19章第6节的教示，咱们来思考一件真要紧的事，就是什么人是亲民人？什么人是亲民人？愿主稳定帮助，祝福咱们就一家弟兄们。啊！这关心这个亲民人，是上帝确实咱一件真要紧、真重要的真理。关心这代，是上帝爱咱日常生活中。去做的事，你们兄弟姊妹，咱来想看卖来。你过去农业时代的社会，你过去农业时代的社会，咱头一句拄到拢在讲什么话？你吃饭未？你吃饭未？这句话吼，是不是足亲切的啊？你吃饭未？你吃饭未？啊，即摆才拄到讲吼，拄到头一句在讲啥？哈？即摆咱暗时也拄着，头一句拢讲啥物较济？有听着讲你十八岁人举手？有啦，较少啦吼，较少啦。来，牧师今仔日吼，你讲到前吼，我有一张图要互咱看吼，你看卖，你捌看过这种的图无？来，咱看一下，看啦。牧师看一下吼，等一下啊，看有无？后壁看有无？这细只无？有啊，看有无？茶壶吼。地沟吼，后来，捌你什么所在看到这个地沟？路边啦，吼，啊，这叫什么地？红地啦，有人讲红地，良心茶、爱心茶，你有没有听？你之外，
二三十以前，他台湾农村社会路边真常看到这种的情景。我今仔袂记得哪里看到，感觉足新鲜的无？有无？感觉足新鲜的哦。吼，过去两岸时代吼，大家真有贴心。吼，因为哦，过去大家生活艰苦，你一百岁，暗时都袂讲你一百岁，什么岁才做得了嘞？咱是不是咱就是为了三顿去拼性命？你一百岁，对一个人真要紧，对一个家庭真重要。过去人吼，就是因为有贴心，爱用这个皇帝去伫路边啊，啊，要让做工的人去食、去啉，也无说过无恁一件代志吼。这皇帝去路边啊，即马会去啉的良心，我看卖啊，无人要酒，是不是？即卖人生活真方便，吼、哦，你唔加啉，你上唔加啉。我想我内底有其他物件哦，我所甲你讲，即卖吼，电脑你食咧红茶较卡好，你较捌去做啥物事咧？买些啥物啥物果汁啊、汽水哦，迄无好。为啥物？即卖黑心食品足侪啊，但是这红茶或者白开水哦，才是健康的饮料，我捌去这个路边啊，看到这良心地吼，甲这皇帝我甲拍开，留下二千万，规个拢无好嘞，啊，无人敢去啉啦，无人敢去啉。我说我问恁吼，敢去啉的良心有无？是吧？感谢主，有遐物件良心哦，你一路敢啉袂要紧，只是吼，咱唔通互这多变的社会影响到咱的心，留下二千万，有主帮咱啦。无论社会哪变成，咱对上帝心、对他人的心，咱爱永远无改变。咱唔通失落迄个上帝，互咱起初迄个痛，足要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求主帮助咱，互咱有贴心来迎接上帝伊个进来。贴心的表现是一个人伫基督徒伫信仰顶面真要紧、真重要的行为。咱来看今日的圣经章。第二季第十九章第十节，而且真清楚，甲人讲，伊讲啥物？伊讲葡萄园的果子，你唔通拔了了，也唔通捡葡萄园所落的果子，你着留予送香人、甲主外人。这是啥物人讲的？耶和华上帝讲的。你会听弟兄们，葡萄园的果子，你唔通拔了了，要求我。耶和华的果子吼，你唔通捡了了。你们老实话，老迄需要的人啊，遐送养人甲厝下人通食，老落遐汤花通食，遐天顶的空中咧飞，真正我通食。你唔通慢了了，你唔通捡了了，老实话好需要的。留下弟兄们，你过了时代上就知影，人爱用贴心去疼人。你这个土地中间所付出的物件，你唔通拢总摕，你爱我老实话，好遐需要的人。我要照食，通看通食，真要紧。先来甲这，今日这段经文第二期第十章第九章第十节，这是上帝一个真重要、真重要贴心的教示。伊爱咱有贴心，这贴心吼爱久久长长，唔是即摆俩，爱久久长长，直直传落去，包括你后世拢爱安尼做，真要紧。一个信仰行为，伫咱生活中间，他影响人利益上帝。这是也真要紧哦，普通的果子你唔通慢了了，慢到捡了了，你着留遐送养人、甲厝外人，这是耶和华上帝甲咱讲的。大概读到这段经文时阵，拢会发生到一件代志。我记哩，到二十几年前，我咧读新学院的时阵，学校派我去苗栗一个真僻僻的所在，叫做斯坦啊，西坦。去西坛教会里啊实习，恁在斯坛捌去过人家手看卖啊？好，谢谢吼。我记哩二十几年前，我去这西坛教会时阵，我坐火车坐到苗栗的火车头。我坐到苗栗火车头时，我去搬车、搬公车，咧国旗、国旗、国国国，国到这斯坛去，我山路弯来弯去，弯来弯去啦。我踮外间啊，才到个所在，到所在时阵，对头拢吼晕倒了吼。分开的帮忙，啊！即摆咧，即摆一方面咧，
即马迄个快速道路吼，我一个感觉是家己哦，哇，遐真好势。即马迄个所在吼，变到一个观光的所在，真好势，啊，佫真风景佫真水。我去迄个所在时阵，十几年前去哦，我接到好好我的同志，我去找这斯坦教会，我找，哎，啊，等到我找到时阵哦，哎呦，啊，我也无看到教会啊，我一间人的饭厝安尼，阿罗斯尼街阿罗山，阿罗里面。啊，落来底落坐，顶落落出来，啊，落搞接待。我落甲问讲，啊，某某长老，啊，咱斯坦教会伫倒位？伊甲我讲吼，你即摆徛这街啊，就是斯坦教会。我带一个，啊，教会是顶落的厝内底。这顶落才甲我讲，伊讲吼，这个斯坦教会吼，伫百万以前，马太福音人家同落因就起好啊，总是。二三四十年前，新店不是一间大地摊，啊叫做蹲仔卡大地摊，我听过无？迄个蹲仔卡大地摊吼，把斯坦教会摇倒去，那还摇倒去？你那阵到，你那阵吼，我都无去个，那今仔日去个啦，后今仔日又重建个。我连实习阵吼，教会无重建个，我连做礼拜，我甲挂伊个酒杯吼，大家大礼拜甲一场礼拜尔，啥物拢无。我讲安尼唔对嘿，我吼就开始啊。第二个去遐做的时候，我就早起早起。我甲教会听到讲吼，我逐礼拜我拢要去这个咱斯坦廖城足大间个庙口，我要去遐大义堂，我要去遐招学生啊来参加野外主日行。嘿，你要去之外，上帝你做到是真奇妙哦。我就是去到遐大义堂，啊个唱歌。忽然间，你那一个人来，哦，另外弟兄话，你那吼到唱歌，你也人是有感情的咧，就是人是感情的动物啦。来讲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怎样，变成好朋友啊？你看，我看这小朋友安尼，你要讲，你来讲，你要讲圣经故事，大概礼拜时间到，阿英来，真趣味。我看这小朋友建立真好的关系，时间非常足紧。我伫斯坦教会遐吼，我实习一年啦，一年，我在神学生吼，啊，一年到就半年到下会安尼啦，会甲你调所在啦，吼，去别位实习啊，一边让你伫个遐。我会记你吼，我最后一礼拜伫遐，我要离开斯坦教会，我的心吼真悲痛啊，真唔甘啊，我唔甘吼，这小朋友。我甲一讲，我会记你知吼，我伫遐参加另外一组时，我甲伊讲一件代志，讲吼，伊拢叫你叫肖老师吼，我就讲吼，今仔日老肖老师吼，最后一礼拜，啊，跟你们在一起哦，以后我就不来了。那小朋友听无我咧讲啥啦？伊听无我咧讲啥？你为什么不来啊？要再一直来啊？哦，我讲吼，我肖老师以后要当别人这样去实习哦，以后我就不来了。我咧甲讲这时阵，我心足酸的咧。啊，真唔甘，真唔甘啊！唔知咩啦，我嘛唔知咩啦。好、哦，我还是小朋友，我等下次你还以后还要再来，我还在这等你。我实在唔中，今天在那讲你心中唔甘。你敢知影西坛要出一种水果？你敢知影水果？有人知道吗？斯坦刚好在这大湖的隔壁耶。草莓。哎呀，草莓啦！大湖种了很多草莓，斯坦哦，伊嘛种很多草莓啦。我跟你讲。我心中唔甘的，我感觉小朋友我起来，但是讲今天下午最后一个礼拜在这边实习以后是不来的。但是今天哦，谢老师要请客，都请什么客啊？讲哦，等下我们野外主日学结束的时候哦，我们大家都去拔草莓，你可以拔多少吃多少，全部我请客。哦，你看这方面呢，哦，今天一上时阵哦，我就是拔草莓哦，观看的哦。哦，食到真欢喜啊！迄草莓唔老细，无细，即时就甲拍落去哦。哦，足甜个，足快乐个。哎，啊，结束时阵吼，我想吼，买去甲这农夫算账，你知影？哦，我来讲，咱去找农爷，伊来做菜，我去找农夫吼。讲农夫，我今日买这地草莓吼，啊，要来算账啦，啊，爱偌济钱吼，啊，我讲你啦。你有听日子吗？我你要看买来，偌济钱？哦，你拢知哦，嘿，免钱哦，你拢头家，哈哈哈哈哈。嘿，你兄弟姊妹，这头家哦，都跟咱这姊妹你讲的同款，免钱
你在当面前，我是不是足欢喜的咧？我个心内都足感动。伊要搞公文字啊，我有点莫名其妙。我为什么不要钱呢？伊讲吼，阮这草莓阮拢捌了啊。伊讲伊拢捌了，出来遐草莓就是要给遐贵老客，啊，陌生人去买，给遐鸟去食安尼啦。哦，听来也是真坏。我当然是哦，听到时候我是真感动的。我是不是我讲啊？这个老公他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为什么伊今仔日说讲的甲今仔日伊讲话甲今仔日电话里讲的同款？刘兄弟姊妹，我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我想我讲，当这时这老公搞算钱，我想无几百块啦，对不？绝对没几百块，我不得钱。但是伊的行为让我感动。伊讲不用钱，他已经拔完了，剩下的要给那些出外的亲。吃了去拔那些小鸟去吃了，现在要提进来。二十几年前的代志，我伫遐实习，到今仔日，我逐摆都讲到这段经文吼，拢咧感动我的心。这老夫的行为吼，我的心得到真大的温暖。我一想到这老夫呢，我想我要随，想要去随这老夫呢。哎，到伊当谈到这都笑到这飞起来。哎呀，你遐提进来，咱去帮助济人吼，不一定要做地钱，你知影？一个小小的关心问候，一个小小的奉献帮忙，你会让人家感动一辈子的。我感谢这，我这这老夫的广州哦，伊认为这是感动我一世人。我想这感动哦，一定袂去啦，一定袂去。另外兄弟姊妹，求助帮咱啦，好咱哦，你要是上帝起初的力量，咱唔敢配合无，咱爱关心人，关心上帝事工，伫教会内底、日常内底，咱爱关心。接着今仔日啊，这个礼拜啊，牧师要跟咱每一位朋友来分享几项代志，求上帝稳定帮助咱，打开咱的心门，和咱个得到上帝帮助扶持加祝福。第一个问题，牧师要跟咱在座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哦，在咱生活中有啥物款的陌生人，咱该去注意。第一个就是家庭中的亲人啦，家庭里面的陌生人，牧师问您哦。家庭里面会不会有陌生人？有。咱们看一个新闻，你讲咱台湾啊，咱台湾即摆离婚率全世界排第几名？第三名。亚洲呢？第一名。亚洲咱台湾是排第一名，全世界咱台湾排第三名。你个兄弟姊妹，台湾经济有发展也无发展，台湾科技有发展也无发展，大家人生活指数高了低，你大家去评论啦吼，你我感觉我是要退步啦，嘿，你认为我们台湾人快乐的举手，台湾人快乐的举手，你很快乐的举手，好，感谢神哦，希望这个快乐一直维持下去哦，你个兄弟姊妹，加油！我过去吼，听到一个妇女人甲我讲一句话，伊甲我讲啥物？伊讲吼，她跟她丈夫结婚了二三十年了，我跟我先生结婚了二三十年，我还不懂我先生的心，我阁无了解伊的心。我听到时阵，我心切一个啊！哎，你们兄弟姊妹，家庭是咱一世人生活的所在。无论咱工作遇到多大的挫折、灾、迄个压力、痛苦，咱倒来家庭时，家庭是上上温暖的所在呢。伊是咱避风港呢，伊是咱成长的所在，而且家庭是咱孕育第二代的地方，真要紧。这家庭吼，你若无好家经营吼，若出问题时阵吼，迄伤害吼，唔干那你家己尔嘞，连你的细囝。领导所为家族，大家对你伤害，这家庭哦，对咱真重要。家庭里面的陌生人，即摆很多夫妻哦，生活在冷战。因为咱柯文哲哦，台北市长在柯文哲，伊的太太陈佩琪离婚连续攻击啊，但是伊讲哦，他曾经想跟柯文哲怎样离婚分居啊，离婚分居，所以伊在去问这柯文哲讲。啊，有这是真的假的啦？柯文哲说：“哈啊，夫妻哦，
吵架是很正常的事啊，夫妻吵架是很正常的事，有时候讲出那种吵架的话，那有时候那个是可以原谅的。哎，夫妻吵架很正常啊，哦，床头吵啊，床头床尾和啊，哎，那是 OK 的啊，嘿，但是有很多人哦，啊，真的是把它变成真的了，啊，这很不好，好、哦，这是情况会改进，家庭对咱每个人都真重要，那个夫妻经营那个家庭，啊，你那个那个夫人啊，那个丈夫才不会变成陌生人，更加要紧的，就是你的细囝。小孩都在看呢，你看你今晚那个细囝拢在看，真正那个细囝拢在看爸母的行为，爸母的行为无形中在影响细囝，爸母安怎行，细囝一对了安怎无，那真奇妙的代志。所以你别讲认为用爸母安尼安尼无要紧吼，细囝对你学。所以吼、哦，看你今晚那个精心自守，那个行为还真细腻，细囝拢在看。咱有好的信用、好的行为，细囝嘛伊会学啊。伊有你好的信用、好的行为，伫阿爸伊的家庭个内底。我所相信吼，咱无硬买那个细囝无好个。我所相信吼，咱无硬买那个细囝阿爸伫家庭中间出问题啊。大家人拢硬买伊细囝健康快乐，平安无代志。我咱对咱做起，咱个做咱对咱做丈夫个，对咱做夫人个人做起，为了家庭来祈祷，为了家庭来奉献，为了细囝来拍拼。家庭是只要一世人生活的所在，咱若家庭无好，安尼对咱会真大伤害，而且咱无应承上帝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主面前，咱有聪明智慧，咱有耐心、有信心、有贴心，好好来经营咱个家庭。吼、哦，当气话不要紧啦，或者讲吼，夫妻吵架很正常，我相信夫妻吵架很正常，那吵架过去就好了。吼、哦，你出来，比武。好、哦，丈夫、夫人啊，你包括你的事业，大家拢互相相认，来好好经营家庭，足重要。今年第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一节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我的囝爱因循自守，你老爸命令，唔通离开你老母的家事，对啊，常常牵着你的心，挂念你的安分。做囝儿是谁？对爸母的话爱会记哩，吼、哦，应当上帝名真要紧。千万唔通让咱家庭变成亲分啦，无论是父母之间，也是囝儿之间，咱们爱重视啦，吼、哦！用上帝的话起造我们的家庭。我细汉时阵吼，我拢伫立碗教会聚会。我捌咧学牧师的时阵，我伫立碗教会，伊当年做神学生，我当捌伊，哇、哦，感谢主！吼、哦，学牧师伫我细汉的时阵，啊，对我真帮助真大，我信仰。去做的时阵，都要帮助真大，真感谢伊啦，吼、哦，是。我今仔日叫做做电话电话的局长啊，谢谢。啊，感谢做稳定吼，啊，上帝听真正大。伫我细汉时阵，我伫灵魂教会，伫遐出力。遐阵我的本来牧师是张牧贤牧师啦，吼、哦，张牧贤牧师，我那一辈人都知影。有一天。我甲伊囝、伊囝伫个另外教会客厅啊，伫啊办公室伫啊讲话。啊，就无事无事，暗时啊就走出来，就叫伊细囝入面啦，上细汉的细囝入面。我唔知啥物代志，爱入面。啊，过做五六分钟就搁出来。啊，我真好奇，我甲问讲啊，就无事叫你等你创啥物啦？你敢知伊等你创啥物？伊细囝甲我讲吼，讲伊你等伊伊搭暗时啊做家庭礼拜。五六分了，五六分做家庭礼拜。哦，我阿母阿爷安怎做，我着读圣经祈祷，啊，分了简单分了就结束啊。哇，我感觉安尼看着嘛真有效个款哦，吼、哦。逐天读上帝话，逐天家庭短短分享，逐天父母有细囝，伫主面前用做话互相勉励。我想安尼对一个家庭应该真有帮助。所以我咧想吼，逐天读圣经。唔通无读，大家吟诗俄罗上帝，我想对这家庭真要紧。你等去看卖，家庭礼拜我定也真长，我讲半点钟、一点钟、一点外钟唔免，五六分、十分钟，嘛 OK 嘞。有上帝话，滋润咱个家庭。我想这家庭吼，一定会得到上帝真大帮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等去看卖，大家教恁大人家庭礼拜，读圣经、祈祷嘛好，
只要在一起就好了。我想恁家庭也无同款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第十九节讲：，咱爱三听，因为上帝先听咱。咱若三听，上帝话就伫咱内底得到完全，完主稳定完全咱，互咱来祈祷上帝的家庭，咱用听来做出发点，完祈求上帝祝福。第二个问题，无需要甲咱兄弟姊妹来思考。社会中的亲分人，哦，社会中的亲分人，咱较好熟了解了吼。嘿，社会中真侪亲分人，我说今仔日在遮讲到，哇，90%以上我拢唔捌。有几个是我以前的老同事、老朋友吼，哎、欸，啊，大部分都不认识，啊，但是以后咱定定熟悉吼，因为美丰教会是伫咱彰化区，伊甲咱永福是同一个区啦，吼、哦。我们是邻居啦，吼，哎，咱搞一个区，啊，摆上个真侪时间，咱个做伙吼，哎，社会中个亲分啦，这社会中真侪亲分啦。我过去吼，听到一个故事，甲你讲，伊讲吼，即卖吼，土地愈来愈贵，厝愈来愈贵，所以吼，即卖厝啊起吼，愈来愈贵，啊，这大楼吼，愈起愈贵，哇，那有一对情人啦。去都市吃头路，伊无得买厝，伊就租厝，租伫都市内底。啊，厝里隔壁，可能大家拢无闲，吼、哦，啊，真少看到，啊，看到拍个招呼尔，啊，就过啊。伊什么人姓啥，也毋知。有一天，隔壁啦，哇，怎么那么多警察啦？那是警察离遐啦，毋知什么代志啦。啊，伊就立刻讲啊，发生什么事？怎么这么多警察在我们的大楼呢？伊讲哦，拜托诶，领导隔壁有贼偷诶，你都不知，哇，居然错者啊！哇，隔壁有贼偷，伊拢唔知啊！警察来，你收证。哎，你不要提警官。但我小姑过去过伊讲哦，眼睛不如什么？哎，这句话是真诶咧，眼睛不如近邻咧。吼、哦，厝里隔壁还爱去熟识呢，阿伯你当发生这代志哦，隔壁人唔知隔壁来斗相共，即摆吼生活无用，无用，真正到底你无用啥唔知影咧，隔壁姓啥，啊，伊当住几人拢唔知，啊，跟出代志时阵吼，啊，才伫遐紧张烦恼，真要紧，平常吼就好好去经营我们的社区啊，我们的家庭吼，环、哦、境很重要，家庭未使出问题，社会嘛同款。咱要用上帝听来祈祷，咱的社区真要紧。有一个学者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啥物？伊讲吼，讲现代台湾人，现代台湾人什么出问题？心灵出问题啊！讲咱台湾人吼，真侪人心灵出问题。你真正你真正要想看卖有影咧？很多人，我台湾社区一句讲吼，日头赤个呀。虽然报性命，真正是安尼嘞，吼、哦，家己顾家己就好，还还去管别人啦。啊，但有一天代志发生伫恁兜时阵咯，啊，你才伫遐烦恼紧急，做啊真要紧。咱人话唔通是过自私，唔通是过自私自利，安尼吼对咱本身完全无好。若甲人之间，若变啊是过生疏吼，啊生活是啊真无意思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上帝听来祈祷咱个社区。咱个社会，互咱个社会，因为有上帝听，咱个四周围这陌生人会使咱难啊少，真要紧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求主帮助，互咱用上帝听来祈祷咱个生活。因为我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，照讲是句话讲哦，亲爱兄弟啊，上帝既然安尼听咱，咱也着彼此相听。将来无人放弃上帝，咱若彼此相听，上帝就要带领咱个中间。听伊的心，就伫咱内底得到完全。亲爱兄弟，若是上帝听，不是用讲的，用行动的实现了。爱人如己，尽心尽意爱你的神，因为爱人如己，足要紧。若是上帝听，伫咱社会中间，所以哦，咱有一个基督徒，咱拢有责任去用上帝听落实伫咱生活内底，唔通互相难哦，难难难济。你若有上帝听，我是相信，在你生活周遭的陌生人哦，陌生人会越来越少，甚至你的好朋友会越来越多。求上帝帮助咱，让咱来用上帝听来祈祷咱的社会。
最后一点，我所要跟咱家姐来分享的，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陌生人。我看咱顶头教会哦，未少人啦吼。唔知咱个咱个人拢有熟悉无吼？那无熟悉，一去去熟悉吼。熟悉新来朋友就要紧。好，我要新来朋友，我应该讲，我的教会是一家人，哦，我们一家都是人，感谢主，哦。我可以听到一个，我不一定我拢会讲国语无国语。啊，我丢了，我讲我丢了哦。啊，他有时候在台北看他儿子啊，好，他儿子在台北那边聚会。啊，这个哦，一堆人过来就跟我打，打声你讲哦，我无事啊，无事，我做代志，讲哦。阿伯吼，阿伯去国语教会，我歪去啊，哟。伊讲有一个做国语教会，我伊阿伯歪去啊，我为虾米？我讲我去教会哦，做无听声的啦。我伫遐做礼拜哦，对头，到尾都无甲我介绍，我拢无甲介绍，基本不得个咧甲我斗，我咧丢哦，我咧丢拢做久啊，我咧，哎呀，我去啊，我好，阿伯你别去，伊讲哦，伊拢阿伯伊讲要去小店教一下，我说可以可以，你去小店教一下，啊，我迄个朋友又歪去啊，我哪去注意啊，我遐都大家拢不喜欢重视啊，是做人咧哦，是不能哦，受人重视，那基本是拢做个样个哦，做好个哦，你们要理解吗？我过去看到一个青年教会，两件代志，伊讲吼，讲有一大间教会啦，吼啊礼拜三，礼拜三时阵有一个青年到去问这个牧师啦，讲牧师牧师，啊，咱教会就边有一个青年吼，什么人我拢买，我嘛看过伊啊，啊牧师听到时阵哦，我甲你啊，我答应嘛好啊，那个青年来咱教会哦，来两三个月未，啊你就买伊啊，未使，嘿，你有啥理解外关心？咱教会无熟悉，也是讲头一届来的，会互伊足了紧，关心他，去关心他。伊自然吼，伊感觉咱的教会真温暖，真有贴心，大家无分彼此。啊，伊会真爱咱教会，甚至吼，伊会依恋伊啦，佫带佫一人来咱教会做礼拜，真了紧。兄弟姊妹，咱教会唔通变成轻松，啊，你有真无见证哦吼，咱要求上帝帮助，互咱的教会逐个人。互相扶持、互相关怀、互相照顾，真要紧。我这两天，我去同教会有一个会友，伊带伊带了将伊，啊，有一个著名吼台湾族的，伊咧牺牲，伊发烧，不靠高山不靠不退，心脏跳出去嘞。我两天就去个挂心，我足烦恼。伊太太甲我讲吼，伊脚尾再脚一条啊，我听着心拢足唔甘。我昨个昨暗去参加咱中基迄个啥天印合唱团的演唱，有几个歌手？天印合唱团，好谢谢，哇，有够赞嘞！我的心吼，拢伫迄个兄弟的身躯。我听了时阵吼，我拢袂使，我一直去靠这兄弟。我去买一箱这个饼皮吼，糖料给你食，我第一好食。我今日我因某吼，我袂买物件好食，我咧买生活食。等到我去的时阵吼，我去摸伊头壳，哦，伊头壳退烧啦，我心足欢喜的。我看伊心脏在跳，哇，正常啊。我心足快乐的，足快乐的。留下几句话，关心人，随时啊吼，去关心啊去祈祷，对真要紧。你教中间，无是大件教会，细件教会拢同款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勉励，互相照顾，真要紧。教会祈祷上帝听。无数相信见到一定的上帝真大的帮助扶持甲祝福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教会需要你，教会需要你用贴心来建立上帝稳定，上帝行在这中间。今仔日圣经章，你甲咱强调，咱爱有贴心，咱爱有贴心去关心遐送养人、甲厝外人，甚至是遐咱所真正亲密的亲人，咱逐个人拢爱关心。关心因对咱大家人真要紧，唔通让这些人变成咱的亲人。你问下弟兄们，什么人是亲人？亲人在咱的内心啊，陌生人在我们的内心啊。如果你若无真实的心，真实的贴心，去贴一个你无熟悉人，我所相信，伊嘛要变成你的好朋友啦。如果吼，你若无用真实的贴去贴。恁家的人，就是你的丈夫、你的夫人，包括你的细囝，因拢要变成你的亲人啦。你们兄弟姊妹，求上帝稳定帮助咱，
我让人落实上帝听，伫咱生活中间。今圣经伫彼记第十九章第十三节，甲人讲：普通的果子唔贪慢了了，嘛唔贪捡了了。你著留遐受苦人甲滋润人，这是了什么人讲的？耶和华上帝讲的。耶和华上帝爱人用贴心去关心人，用实际行动来关心需要关心的人。啊，真感谢啊，何牧师，感谢咱中信朋友。啊，今仔日后，予我有机会来到闽南啊，另外教会来做亲身报告。啊，美光教会啊，即摆朋友有三十个至四十个去聚会，拢是排班聚会，有三四个是女孩聚会，有两个是暗暝聚会，啊，佫一个两个是伫加拉有诶，你知影加拉加拉有倒一座无？啊，我听袂无？加拉加拉有。因为是布隆族的啦，啊，这阿里山这族主拢伊是族主的啦，啊，伊讲伊是加加拉布的啦，大家拢相信嘛，哦，啊，拢是原住民哦，啊，见到我真高追啊啊，原住民的他们在一起都是很天真哦，啊，牧师去那边的时候，我刚见到应该变电灯，一直在变灯哦，班长因也在永续，世世代代在那边聚会哦。啊，我是有一个心愿是给电灯，啊，希望咱兄弟姊妹来关心因，尽到一定的尽量。但是我是相信上帝愿意，上帝意爱所在，伊会予伊的教会变成孤单。感谢主，今仔日咱一个教会，啊，伫俄罗斯的关心，啊，中心会议会在咱中间，我来做亲身报告。啊，阮恁的关心奉献，我们将这个教会变成啊，做阮的宣道机会路量。我的教会啊，会感谢恁，上帝会纪念恁，感谢恁有这机会，哦，唔忙，未光教会，你无外过将来有家己的教会来敬拜上帝。彰化教会四十三间教会，各个，你讲教会即摆一定要做事啦吼，一个爱一万块啦。我二十年前我来买吼，即摆嘛买起来啊。二十年前你好，你所在住够俗的，啊，即摆等你贵啊，哦，贵到咧吼。较早我同做这事啊，经三百几万，即摆按百几万啦。啊，六百几万，我上欢喜，上帝啊，一份一万的祝福，阮的教会吼，多谢啊，愿主恩典祝福咱每一兄弟姊妹，我咱伫上帝听中间，咱当地来成长，主恩典祝福咱一个教会，伫无主的祝福中间，引传中间，我咱啊，得到帮助，得到恩典，得到带领，放心啊，啊来祈祷，至诚的悲愿，感谢你，你真正听我，我每一角落，每一时代，拢有助力的家人来做工。为主做好的见证，我有看到台湾250年前，你有差遣济济宣教师来到台湾，台湾做福音的事工。这宣教师因牺牲奉献，独独因是因为上帝听，伊要来遮传福音，来建立教会，来建立病院，来建立学校，来建立济济需要的福音机构。主，我有看到，这是因为因有领受你的听，因愿意啊，对远方。诶，英国、加拿大、美国，也是其他国家来到台湾台湾传福音，我有感谢着主你的恩典，予阮台湾伫各方面都得到真大进步。福音的时间，离阮台湾已经有150年，主，我感谢你，你来应允，予阮会使继续来为着福音，为着上帝听，来传扬主你的恩典，离每一个角落来应承上帝。主，我来感谢你，和英国教会啊，黄牧师啊，因所为中心朋友来接纳我们理工教会今仔日的请安报告。主，我求你帮助，和更加多人来关心我们理工教会的需要。无论你啊未来更长的时间，也是我的宣教的时间，都在得到上帝你直接稳定甲帮助。我用上帝听互相扶持甲祝福，愿主你关心我，祝福我，帮助我，和我各个人中间拢正对一家人，愿主稳定祝福，祈祷加分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。阿门。感谢萧老师啊，伊见证啊，希望咱会当对美国教会啊，付出较济关心啊，各方面啊，赞助这个教会，可以会当增进啊，找到适当的所在啊，来教会诶教会。那这时，咱来吟圣诗546首，圣诗546首。因为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，所以逐项虽有反复，我愿照主所爱，
恳求上帝延迟淡化，欢呼菩萨的天外，请人去参与双手。再见，第一集、第二集，好不好？第一集、第二集。这是咱台北来